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许吉使用大量的水举行的演唱会后, 受到部分网友们攻击的演员以耶, 再次回应网友们的消息, 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。 之前有介绍过，最近赛韩国干旱非常严重，但是赛的一场演唱会要使用饮用水300吨，而引起了网友们争议的消息。6月12号，演员以耶在网上发文表示：“WaterBomb演唱会的水300吨能播到垂杨港该有多好？WaterBomb是另外一个使用大量水的演唱会，而因为以耶提到了300吨的水，所以部分网友们就质疑这是在间接狙击赛。以耶的这个发文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300吨是赛购买的资产，自己用自己的钱买水后举行演唱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要再 假装清高了，才300吨的水一点都帮不上吗？然后那么担心干旱的话，你本人先去捐水不就可以了吗？没知识的人怎么这么多？这是让你们真的在垂杨港泼水吗？是让你们关注一下干旱而已吧。现在重要的不是300吨还是299吨的水，为什么一直要玩文字游戏呢？因为持续有很多指责的留言，所以也再次发文表示：对呀，生气的话就生气，想骂就骂吧，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正当网友们在热烈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，赛的所属公司 PlayNation 在IG发出公告表示，多加了一场演唱会。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，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，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本来没什么想法，但这个太失望了。这个时候竟然 QQ 真的是太不像话了，八成的话是24000吨，也太过分了吧？看来是在斗气了，超反感。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，我支持赛，因为赛准备的演唱会可以让我缓解压力，让我产生再次努力工作的动力。你们平时都不怎么关心，就在这个时候假装很清高，真的很恶心。对于爷的发文以及赛的追加场次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越看越漂亮的 LISTRAPIN 成员。一位网友上传的越看越漂亮的 LISTRAPIN 成员贴文，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共鸣。这位就是 허윤진。 对，一开始没有觉得很特别，现在觉得最漂亮，感觉是日本人会很喜欢的长相，在我的眼里是队内最漂亮的成员。很好奇 produce 的时候为什么会淘汰了，因为不是常有的类型风格，所以很有魅力。非常愉快的女生，真的好漂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防弹少年团的历代全家福。 总结一下就是，防弹少年团9周年快乐！嗯啊，对啊。